咁佢就話：香港年年悼念六四啦，其實係有助國家去到推動改革。而佢今晚亦都會出席喺維園嘅晚會。2002年起定居香港嘅爆破，每年都有出席六四燭光晚會。無線電視記者彭國柱報導。文尊女神像和紀念碑都搬了來維園這裡，不少人也來到這裡獻花。